好啦，今日同大家去天水圍公園睇下花。咁可以喺呢个天水圍站 E1 出口坐呢个705、751就可以去到呢个天水圍公園噶啦。其实可以喺呢个天湖站或者翠湖站攞都得。咁今次我哋就喺呢个银座站落车。天水圍公園位于香港新界天水圍新市镇中央，占地面积 14.8 公顷，是元朗区的一个大型公园。该公园四周被建筑物所环绕，其中包括嘉湖山庄、天水村和天耀村等建筑物。此外，天水圍体育馆、天水圍运动场和天水圍游泳池也坐落在天水圍公园附近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《香港背包》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